你为什么不愿意？啊，是你口口声声跟我说让我给你个名分，我带你回家了，可你却拒绝了。我这一路上都在想，如果你像我爹提亲，我爹不同意，你伤心了我要怎么安慰你？我想着说我要替你安排好一切，不让你有任何的后顾之忧。我说服了我爹，可你却拒绝了，为什么？ 星星，我之前是说过那样的话，但那都是开玩笑的。你说什么？玩笑？星星，你很好，特别好。 是我无福消受，霍家女婿的分量太重，是我不配。我再给你次机会，你重新组织一下语言。我只要那三个字。 说啊！对不起，掏钱无眼，别伤了手。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既然已经回来了，就好好的吧。我还要去找我师傅。以后不要再自己闯荡江湖了。江湖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下次再有危险，我可能不会再出现了。 我也不需要你的保护，就算没有你讲不听，我霍星辰照样闯江湖。